制造噱头我有一手，李小璐小秀英文，全场震惊。自从升级当妈后，李小璐的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。除了加盟冯小刚的贺岁电影，自己成立影视工作室之外，她也逐渐把目光瞄准了国际市场。上周末，李小璐应邀出席越来越国际化的华鼎奖全球战略启动仪式。原本上台只需要中文发言的李小璐，临时改成英文致辞，让台下众多老外对她刮目相看。在众多老外媒体面前自信的飙英文，可见大学英语专业的李小璐这几年可没把老本行给落下。乐翻天综合报道。